阿拉的力量最后的环节，谁的脑洞大？马上开始。第三环节，谁的脑洞大？一题30分，答错不扣分。二三环节分数累积，输了的队伍将被怪兽吃掉，最后获胜的队伍将获得正大综艺脑洞大开节目实验同款科学套装。脑洞大开进最后一个环节，谁的脑洞大？自行车见过吗？什么自行车啊？哎，自行车都见过吗？宝宝们见过。会骑吗？会骑啊。会骑。那问问小萌萌，自行车啊，除了骑还能干什么？要是把那个线拆除了，可以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一些气，可以做游泳圈，可以当把轮毂卸下来，可以当套圈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脑洞大开，真的，如果论开度这个直径呢，我们差的很多啊。要不要看一部短片，一起来看大屏幕。如何让自行车变得美美的呢？这位大叔来给大家展示一个简单的方法。首先准备好5颜6色的吸管，然后把它们剪开并插入到车条里，当车轮转动的时候，车条上的吸管还会跟着上下跳动。如果在车轮附近架上一张硬纸板，这样连转动起来的声音就变得更立体了呢。其实这只是给自行车做美容的初级阶段，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爱车变得像他们一样好看，就赶快拿出创意和行动力来吧。转动的自行车轮立着可以向前走，放倒一样可以成为灵感的来源。如果你喜欢绘画，这样的涂鸦车轮是必不可少的。转动的车轮下，你可以随性创作。画成什么样不重要，只要高兴就好。看着这些融入的表情，你是不是也想试一下呢？那就转起车轮，大胆展示自己的艺术天赋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骑自行车时候发出声音，也能成为歌曲的伴奏乐呢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欣赏吧。Come on, come on, turn the radio on. It's Friday night and I won't be long. Gotta do my hair, put my makeup on. It's Friday night and I won't be long till I hit the dance floor, hit the dance floor. I got all I need. No, I ain't got cash, I ain't got cash, but I got you, baby. 蹬自行车也可以上天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这辆自行车经过各路高人的改造，真的飞了起来。如果你心中有梦想，一定要大胆地去追逐，也许在某一时刻，你的梦想就跟这辆自行车一样展翅飞翔。点亮我的自行车，酷的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今天题目跟它有关啊，听我的描述，而且请仔细观察，请仔细观察，尤其是角度、初始位置，不开玩笑的，请听听。当丝带和自行车脚蹬子的连杆保持直角时，丝带向后方平行用力拉，自行车会朝哪个方向移动？再描述一遍，当丝带向后方平行用力拉，自行车会朝哪个方向移动？四个备选答案 ：A. 向后移动 ；B. 向前移动 ；C. 哇，先向前再向后 ；D. 先向后再向前。一分钟时间思考，准备作答，计时开始。直角就是杆是直的，对，那个脚蹬，比如说在这儿，对吧？它那根线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拉。对，你的时间所剩不多，这样可以再遥远的看一下，向后方平行拉。把握时间，时间所剩不多。他上去了才转一圈。五、这怎么可能？你想不会？三、不可能，你想不会？向后，可能向后，没有。时间到，作答 A、B、C、D， 选一个。你不要这样。有答案了吗？我们看大人队。可以，行，听你的，反正我们心里也没底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不想长大队选择的是 D， 解释一下理由，为什么？他那个脚蹬子往后拉的时候，这个脚蹬也是跟着往后吧？是不是？对。脚蹬往后，并不是往上。
往上的时候这个轱辘才会往前转，往后的时候这轱辘是往后转的。对，但是呢它往后一拉，轱辘往后一转，哎，这么一带，哎呀，就往前了，又往前了。对，然后所以就是先往后再往前。为什么我总觉得杜月你的表述跟的年龄不符呢？尤其刚才那句事儿事儿的，哎，往这么一带，我跟你说，对。哎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少年队，好奇少年队选择的也是 D， 你俩怎么回事？吵起来了？我们现在意见完全不同，因为我们已经领先了20分，我们这跟他们选的一样，要么每人30分，要么我们就都没有分。都不用我引导，人家自己其实超门清的。我们改，我们改，你改不改？你们改什么？他们跟什么？我们改。你们改什么？他们？我们改一个他们看不见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改一个。对，看起来。目前为止胜败已定，但是呢，更多的人呢？还希望我们再印证一下，到底这四个选项会发生哪种现象呢？究竟是车往前移动，往后移动，亦或是先前再后，还是如同我们两队选的一样，先后再前呢？现在实操起来，大致3 2 1，就往后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就 A 了。我接受不了，我完全接受不了。我觉得哇，我故弄玄大半天，就真的那么简单的就往后拉，他就往后走呗。真的，你确信你没做错？再做一遍，再做一遍吧，来。哦，他反过来转了。哎呀，每每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？求助于邓博士，邓博士给大家讲讲。好的，我画了一个很相似的图形，在实验员把绳子往后拉的过程当中呢，脚踏板会带动自行车的轮子转动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地面会给整个车一个往前的摩擦力，但这个摩擦力呢是没有实验员拉的这个主动的力大的，所以整个车啊在往后的作用更多的情况下边，它就会往后走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